OK。它的好处就是说，因为普通黄牛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假如说普通黄牛它就会已经溶解掉了，可是因为陶瓷的原理呢，我们磨得这么细呢，绝大部分的陶瓷已经填充到表金属的表面上面，所以无论你怎么削，它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黑都不黑了。对，你看，你可以过来看看。然后你有没有黄油？来一点黄油来。这个就是。你看，你以前顶的用什么顶针油啊？这个顶。黄油有没有？黄油都哪有？有没有黄油？